大家好，我叫苏州的陈丹，中文名字叫舒瑶，我是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的学生，也是孔泽泉艺术馆的学生。我在孔泽泉学习中国画，我很喜欢中国画，也很喜欢用手中的画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。我想给大家讲一些中国画。中国画是中国的传统绘画，主要指的是用毛笔画在卷悬置幅上，并加以简密的卷轴画。中国画从题材上有分为人物画、山水画、花鸟画，从表现形式上有分为工笔、闲衣。那我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画，看看博大精深的中国画。我想画一张荷花。这是我的作品，我很喜欢中国画，我可能很快要出中国，我很喜欢齐白石的画，所以我想出中国看看他的作品，看看他生活的地方。